中老年相亲才是社交天花板，大爷大妈们也太硬核了。比如我给当保镖，在家我还会把饭烧，我对你下春天般的温暖，夏天般的火热，你肯定也不会对我像寒冬扫落叶一样那样无情吧？是吧？口才挺好，挺会说呀。是吧？口才挺好，挺会说呀。你一个月能给我多少钱？你一个月能给我一个月给一千？搁外边能不能给我五万六万？那保镖养得起钱？现在把老伴不得钱吗？我最开始我想要10万呢，现在该说都说我，你十万是太多了。那我要5万6万行吗？找个老年轻的时候要多少彩礼？哎呀，我那时候就是高行啊，就是40年以前400块钱，我就这个条件，我就要这个条件，你这条件达不到哈，我都不寻思。